再讲到这个还灭哈，还灭的话就是无明，如果灭的话，行就灭了嘛。行灭的话，事就灭，然后一路走下去根本就没有。所以抓抓头，一般为什么会去抓无明？就是因为你看，当你有一个现况已经产生了的时候，其实倒推回去，它就在第一个点，就是。不清楚、迷惑的产生，内心有了一个动，那个动荡就是不安那个开始走下来。那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抓那个最初的起心动念的那个无明起惑，起了这个惑。那讲到如果能够还灭，就是逆观十二因缘，叫净缘，就清净的缘起。如果你懂了的时候，那这个缘起就叫法界缘起。那刚刚啊，你不了解，你在染缘中，你就无明，看不明白，就揣测，然后一路走下去，那个叫染缘起。染缘起当然就是生死轮回。净缘的话，看一切就是实相，那个就不再讲所谓它的因跟果。清净当中不谈因果。那我们再来知道无明啊，无明就是不清楚、不明白，就是体是痴，其实它的根本就是不明白，迷昧为性，它的性质就是迷惘、昏昧，那它的体就是不明白，一切烦恼也称为无明，最初的一念妄动。其实就是最初的一念妄动，障蔽本觉妙明啊，对于真空实相之理不了解，那这个情形就是开始了无明。那无明之后会产生对于自己主观现前的意识造作的东西，产生了这种理解性的，会推敲性的答案。这个就执着了，执着了之后，其实它不是实相，它就是你所认为的一部分。那无明其实就是心中有迷惑，那迷什么东西？迷什么东西？我们如果要老实说了，就众生迷什么东西？就是不明白实相的道理，其实就是不明白道理，不明白。道理，但我们常常会把它推到先我执，再法执。其实众生不明白道理是他的基础，不明白道理之后才会有我执。虽然我们看说大家都有具生我执，天生生下来的时候就会对于自己本身有极高极高的期待。那对于世界所有的环境，就是无法控制的，要自我保护。那这些看似乎是一种基础的具生我执，但事实上这是道理不明白，不明白这个诸法原生无性之理，所以先进入了物质的世界。其实小孩子无明。也没有产生很多不好的想法嘞，只是到你长大之后，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为了保护自我才产生的。小孩子你不懂的时候，他也会笑笑的，然后不能讲呆呆的，应该讲笑笑很单纯的，知不知道？不知道，你要不要？要，是这样而已啊。其实你推回去，它并不尽然，就会产生很多虚伪跟强烈的。这个给你，你有一个他没有见过这个物质，你跟他说小明过来，这个给你，这什么东西知道吗？不知道啊，你要不要？要，然后吃下去好不好吃？好吃。他就是这样而已，
那众生怎么去定义这个呢？等一下，以后再来，小明过来，你要不要这个东西？要要要，为什么要？因为好吃。这是第二次经验。第三，小明会自己跑过来，给我，对不对？那如果大家能够在停留在第一线的单纯，要不要，好不好吃，都不要再问了，就小明这给你，这样就好了。那我们产生很多互动里面，要求对方去做答案。我举一个例啊，以前呢，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啊，那很多外国人，他们来台湾都很开心。他说：“你们台湾水果好多，那水果长的样子又长得不一样，有的水果有毛，然后有的外面黄黄的，有的橘橘的，他们都把橘子拿来切，那我们都把橘子拿来剥啊。我们说这个不是这样吃的，这个是要用剥的。他说都一样塞到嘴巴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动作？他就这样说啊。”我想一想，其实也对，他又没说错。那有一天啊，他跟我讲，第二天早上跟我讲，我昨天买一个水果超好吃的。我说是什么水果？他说小小的这么一颗啊，然后椭圆形啊，有一点毛在下面啊，上面有一只梗啊，橘橘的。我怎么想都想不透呢，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经过很久很久啊，就有一次，那个水果的产期很短，他就买回来了，然后很开心的在吃。我说：“哎，你吃错了。”他说：“什么东西吃错？放到嘴巴里就是对。”我说：“你吃错，那个是要剥皮的。”他说：“那皮其实不难吃啊，为什么要剥？”啊，我说：“那个，反正我们都剥皮嘛。”结果他说这么麻烦，那我看他整颗丢进去吃，把籽吐出来，那个叫枇杷。他吃枇杷是不剥皮的，连洗也没洗。我说那要洗的，对不对？那我看他们吃西瓜，哪有吐西瓜籽？他们都吃下去，我说那里面那个籽要吐啊。他说你们女人很啰嗦呢。他说你们女人很啰嗦，那个嚼起来就是有嚼感，然后那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混合在甜里面，甜的那个西瓜肉里面，其实还很不错。就完全不同的想法，知道意思？这人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主观，然后想要去左右别人，然后想要去控制世界。那这只是举例，如果大家都还是一样很天真的那个最原始的无是非的状态，其实世界依然是美好的。学佛之后是不是大家会好像有点小小的退化，回到单纯，对不对？可是这单纯并不是无知啊，并不是。好，那我们在讲无明啊，众生因为不了解五蕴是幻化，它不实在，也就是这情绪有了情绪，习惯在情绪里，习惯在情绪里，以为这个情绪就是自己。然后这里面自己认为的是有道理的，有的人爱生气，那生气的道理是自己给的，认为谁对不起我，或是人家不认识我，或是他误解我，或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你个别的，都是个别。那以为自己的情绪是对的，而是就是属于自己。那妄执四大为自身相，就认为这个肉体就是我，地水火风就是会长存，我能够主宰它。又在六尘缘影里面认为这是自心相，这个就是
我内心的一种解读。你看我这么聪明啊，你就不聪明。有的人鼻子很灵光，就认为他闻得到，第一线就闻到了，那反应很激烈，这叫聪明。那我举个例，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在小学的时候，然后上一号还需要爸爸妈妈帮忙处理擦屁股，那他就坐在马桶上上啊，然后就觉得很臭，他就把鼻子捂起来，然后把厕所的门打开，然后在那边用脚踢过去，门撞到墙壁又弹回来，又踢就弹，这样自动扇风。他吃有景象哈，大家六成圆影，演得很好。哎，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吃进去的东西这么香，为什么出来的这么臭？”他的妈妈说：“对呀，所以吃进去很香，出来的很臭。”哦，然后他就接着说：“那我吃什么进去根本就没差，因为出来都是臭。”这个很合理哈，是不是？他妈妈说：“对呀，吃什么进去出来都是臭的。”他说：“那我下一次不要挑嘴，随便吃，它也是臭。我吃好，它也是臭，对不对？”他妈妈说：“对，所以你以后不要挑嘴，对不对？”他说：“不行。”自问自答，人就这样。他说：“不行，因为我在吃的时候是享受，在大便的时候没有享受。”人就是为了那个享受，而那个享受不断在变异的时候，就不断在追求。那不断在追求的时候，又不断在迷失，生命就重复重复，在那个享受跟受苦的答案里面，众生就是这样，在自己的五蕴、自己的四大、六尘缘影里面，都认为。这个就是我，那这个是我执，无明嘛，这是无明的一种。人对于你所处的环境，都会有一种习惯跟依恋，对不对？这个是要突破的。世尊就让所有的弟子们在这上面不能够有所执着。那众生对于生命身体安然的这种保护是非常非常极致的，所以不肯放下。基础上啊，众生不了解诸法原生无性之理，妄执万有的现象为实法，这是法执无明，也就是所有一切你都会有自我的解释。那你看所有的现象你都认为是真的，其实那个是你投射出来，你投射出来的答案，那个是法执，你自我创造的。那众生在里面呢，内是执着自己的根跟身，以为这个是我，对外呢，执着气世间跟所有的一切现象发生的解读，认为这是法，就是迷了这两个点，所以有我跟法两种执着，叫无明。基础上根本的道理是不知道真空实相离相之理，其实根本是不知道道理，所以无明讲根本无明，讲的是道理。知末无明讲的是事的现象，那么众生就是不知道这切是虚幻的，实相是毕竟空的。那所有心啊，这是在开宗明义里面讲到，心呢其实是离一切相，是毕竟清净的，不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根本的道理，所以有了根本无明。那对于事相里面呢，万法妄见万法为实有，这是知末无明啊，这个两个名词给同学做了介绍。所以如果我们一念当中不了解
实相之理，那这一路就会有不同的执着。那对于事情看不明白，产生了自己的知见，自己的思维也会障碍着自己了。这个时候就有生死，就是你的心有了一些烦恼，这就生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其实大家都了解这个道理，都了解，了解道理是一回事，这是知解上的，可是你却没有真的去修行它。所以十二因缘法在逆推的时候，它就是在讲修行的部分，是行的部分。顺走是要告诉你，你原来走的这个趋向，要懂得它的关系法，你了解是要倒退回去的。那基础上先说，总之迷真叫根本无明，起妄叫知末无明。所以哪个比较重要？道理比较重要。今天你要修行也是要基础于道理，对不对？基础于道理，那你要实修，你要在事里面看到道理，一定要在事里面去看到道理，不是拿着道理要来创造事，那你要创造的时候就不吻合他实相的道理，因为你拿着的道理，你已经建构起你的所，你的我所期待心，所以你拿着道理要来创造事，那个道理也是妄见。你要在事里面看到道理，于是所有的事都不是问题，你就随顺因缘，这样随顺因缘，这个是叫实相因缘，实相。那你如果拿着道理，这件事都应该这样子，这个道理如何如何，你一定要要求这样子，那是不会圆满的，那是不会圆满，那只是个人的准则。这里讲无明，再来讲行，行就是造作的意思，一切的行为都是依着无明，所以才开始造作善恶业。这简单呢、啊，事就是业事，在十二因缘法里面的事讲的是第八事，这个事呢是随业受报，也就是我们过去业力所趋瑕疵所造善恶种子而来投胎，因为这是在讲一期生命它整个的路径，所以这事就是我们八世田中的那些种子。那在有缘父母现前的时候，当父母在交媾的时候，你所有东西都看不见，你只看到这个交媾图，这是一出荧剧，一出男女交媾的荧剧。那在这个时候，在荧光发现处，你相应，所以当你专注在这里的时候，你只会看到这幅图，这幅图就会有某种光亮吸引着你的神识，就这样刹那之间在你父母的身边，在父母的身边当下，你心中产生的一念的爱意，那这个爱意呢，男的就爱母正父，女的就爱父正母。所以我们世俗常有一句话说，女儿是丈夫前世的情人，那一样啦，儿子是母亲前世的情人，这个是世俗的一句话。所以这过程里面呢，就这样进入了，这是一念的爱意产生，那是为胎啊，这个事就进去了，这一念爱欲心为受生的种子，在父精母血当中就构成了这个胞胎，于是就开始了受精卵，那这个神识就住在里面，在嗅会胎育之中就要住38、39周才会出生，这
这个是投胎的最初的第一念。这个就是讲事，因为十二因缘法就是在讲你过去的无明造作的行为，产生了一些意识，意识呢，这个业力牵引，父母交媾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接下来讲名色，这个名色就讲心事，名是讲心事，就是精神部分。这个神是初投胎的时候称为名，就是第八意识初投胎的时候叫做名。这个色指的是物质，就是父精母血混合成的那一小块肉团叫做色，也就是心跟物两个合而成胎。那最初呢，因为它的功能还没有具足，所以叫名色，意思这个胞胎里面有精神跟物质，但是都还没有发展，还没有发育成型。初投胎的时候六根还没有长齐全，所以视心不能显发其了别功能，但有心的名称没有心的作用，所以不称心，只叫名。就它就是神识投胎进来，但是呢，神识投胎进来你没有办法借由其他的管路去发展它的作用，因为六根还没有健全，还没有发育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叫做名。那初投胎的时候形体未全，也就是六根都还没有长，所以那一小块肉五官未具嘛，所以它只是不断在分裂，就是细胞在分裂，所以不能够称之为身，所以称之为色，就是统称它是色。所以名色讲的是这个胎儿初在母亲里面凝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色质的东西，还没有完成六根的阶段叫名色。那以宗教来讲啊，都会谈到堕胎问题，有的是在讲说他有心跳才叫胎，有的是说一入胎的时候就叫胎。那这个涉及到所谓什么叫杀生，对不对啊？那你杀的是什么？以佛教它比较严格，佛教认为它只要有孕，这就是有生命，因为它精神层次这块肉它是会慢慢长，它是一块活着的，父精母血这个是活着的，所以它在分裂它就是属活的种，那这个是不可以去伤害它的。所以佛教在讲堕胎也就是杀业的一种，这压力很大哈，很多有的人会觉得压力很大，那有的立论点不是这样的，那跟佛教一样认为这是杀生的是天主教，天主教也是不能够堕胎的，不过现在很开源，自己开的好，这个讲名色嘛，再讲六入，就是还在胎儿里面发生的一些发展情形。六入也就是六根，在母胎十个月这里面呢，由名色慢慢慢慢会成长到六根的完备，在出胎之后对于外界的六尘境有相互摄入的作用，所以叫做六入，也就是六个门户，在这个胎胞中啊，在母亲的孕育的时候就会完成，所以从名色六入一直到出胎，中间总共有38个7天，也就是38周，这个都属胎中位，就是胎中的次第，有情一生自用之自体就在这个时候完成。有情众生呢，他这一辈子所要使用的
机体上，也就是结构上面，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这样很清楚哈。接下来讲触，触就是接触，根跟尘合合就会有个接触点。出胎之后，六根跟一切的外境会有接触，那这个接触都会慢慢发展。小孩子最开始的接触是没有是非，他只是认知而已。那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你一天换一个人带他，他也不会产生很多抗拒，他只是饿了、湿了会哭闹。大家都知道嘛，小孩子到两三个月才会认人，那算聪明的小孩，有的小孩更晚一点才会认人，对不对？所以他最原始，有的出生下来你就给他抱到哪里去，长大他根本对于自己原生家庭其实是没有感情，也没有什么认知点的。那讲到这个触呢，小孩子到两三岁的时候，其实六根对境能够起单纯的觉知，他不会有憎爱的分别，他只有对境有直接，所以像这些他不会很强烈。那我们现代都是比较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小孩，让他早早学会分辨。那像乡下的孩子分辨这些其实他比较单纯，在都市会有一些价值观，这个好，这个贵，这个理想，然后父母亲的口味去要小孩子附和这个口味。我看到有一个家庭是这样的，那个母亲做什么饭菜那小孩子都吃光光，可是他的这个家人啊，另外的长辈，他做什么食物他就碎碎念，他就一直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那小孩子很小啊，他们就投射起很奇怪的眼光，因为每一样都很好吃，他们觉得什么都很好吃，可是里面就有些人觉得什么都不好吃，差异很大。小孩子其实他没有憎爱这些东西，他就是很单纯的六根跟六尘在接触的时候，它只是一种作用，触是单纯的。讲到这个受，受就是纳受领受，跟境相对上面产生的为顺的感受，所以会升起苦乐两种感觉，叫做受。这个是到四五岁，一直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慢慢的你有了一些教育的知见进来，然后自己的觉受慢慢加强，知道接受这些境界，那对于自己所拥有的饮食玩具都会开始有分别的能力，但是不大会生贪爱的心。有的小孩子他会自己的不给别人，对不对？不给别人，不跟人家共享，那个是太早熟了。正常的小孩子他只要熟识都可以要得到。有的说啊，这小孩会分丢，有没有？我会说哎呦，你现在这么孤单啊，好像有一些天生的东西在里面。但事实上小孩子他不会生很多贪爱，他有些时候他喜欢的朋友他可以共享的，这个是对境起的一种情绪。只是说这个东西自己喜不喜欢，就是适合不适合自己而已，但对这个物品不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贪爱的执着。这个是到比较大，十四五岁之后才会的。所以小孩子玩在一起啊，玩在一起可以就玩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拿来玩。那在里面共享，他的共享的那种亲切其实是单纯的。讲到这个爱，爱是对于所对的境起了贪爱，这个是十六七岁
开始慢慢才发展出来。也就是人呢，要长大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对于自己生命的不管情感啊或者是物质，会产生一种拥有的需求。那这个拥有的需求还局限在于他所接触的点，他所接触的有的这上面，那不会广泛的去追求外界。所以当时的爱是对境才产生的，就是对于自己已经碰到的这个现况才会产生。那这个爱顺的时候叫爱，逆为逆的时候叫憎恶之心，其实也就是一种爱。顺的时候爱想要取，逆的时候爱想要舍，这样子。这是经论里面定义。再来讲取，取就是妄取，会追求。三十岁的时候最为强烈。那刚刚讲爱啊，十六七岁之后当然就开始不断的加强。所以你注意看呢，有的孩子到二十一二岁都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像很多现在高中要考大学的孩子，你问他说你以后要当什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不知道。那你觉得哪一种职业你最喜欢，不知道。有的是不知道的，有的是很明确的，我要当什么，我喜欢什么，我要做什么。那这个成熟度因人而不同，是不是都不知道，还是都知道，还是都要。在过去啊，过去的年代都是父母亲在帮孩子选择行业。因为你去读啥，啊不你去学啥，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技艺要他去学习。那个时候生存下去要有一技之长。那现在很多小孩他是看分数落在哪里，以后什么有出路，所以你要去学那个，去读那个。等到他慢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那内心又有一大堆的抗争。好，那讲到这个取啊，其实三十岁的时候最强，也就是他的爱这个欲望已经很明确了。这个时候对一切境都会广泛的去追求，可能是精神的，可能是物质的，有的会简单的啊，我只要有一部什么脚踏车，一辆啊，一部摩托车也叫一辆，然后慢慢的觉得我要汽车，那汽车呢能代步就好，二手的就好，还是最后我要跑车，这是不是有发展性，对不对？人是不大能满足的，他不断不断的不断的追求。你会不会一辈子都觉得那个脚踏车很好，我永远就要脚踏车，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很少人这样，很少人这样，对不对？那我就要一条牛仔裤跟一件衬衫，我就这样一辈子就这样两套可以换来换去就好，会不会有人这样？这种执着实在太可爱了，会不会？人都会这样扩张之后，然后才厘清，然后再缩减回来，几乎都是这样。从一个颜色到很多颜色，到最后挑到我喜欢的颜色，就比较多那个颜色，是不是这样？这个是追求。那在三十岁之后，这个左右
对于可爱之乐境，就是自己想要追求的，他会念念贪求，很强烈，竭尽心力要去满足，才会停歇下来。那如果碰到就是苦恼的憎恶的这些念念，就想要厌离，就是想要离开，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要把这个排除掉，所以那个时候爱恨分明了。有的人说敢爱敢恨，对不对？那种很分明的时候，有的人看起来不分明，其实是分明，是内心有极强烈的失落跟满足，不形于色。有的人是形于色，他也直接表达出来。那像这种强烈的取，求不得，苦啊，都会在30岁左右激荡在心里。那当然30岁之后到40岁啊，这个中间波澜最大，情感的物质上的最有生命力。哦，言之为生命力，其实就是爱欲强，想要去追求。你会30-40岁，这很早很早就看破，这看破这个不可求，这个永远要不到啊，不要了啊，那种人奇葩，很少的。所以对于爱染欲尽的一种需求，那这个是从哪里来？就是从过去无明过去的祸习气嘛，走到这个时候爱取是现在的祸，无明祸是过去，现在就有爱跟取，那这个爱取同时又会延伸到未来。这个上面这样解释，同学知道自己在哪里。这个很多同学可能都走过了啦，学佛到某个程度，这些都看得很明白。那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啊，做一个全盘的了解。下一支就叫有业有因有，之后就果有。无明起惑是造业啦，这中间呢，前面会去完成它，就是靠着爱取。后面既然爱取，就是有生出来了嘛，具体的完成就会有生，它就会有变异，所以最后会有老死。所以这一路都是业力在牵引，就是那个无明起惑造业，这样一路拉，所以演变成三界轮回的事实。总说就是爱取这两个让你产生的行为，驱使你去做种种的有漏之业，感得未来生死的果报。那这个果报的范围就是一正二报，其实果报就这两个而已，正报跟依报，所以都是在正报跟依报里面。那这个报，这个正报跟依报到底怎么解套？我们讲啊，正报以现在开始的这个点叫本有，你现在是不是现在的这个身体是不是正报之身，就叫本有。等到你这个一期使用的时间用完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坏掉了，这个坏掉了，你的神识还是有啊，可是你这个色执身坏掉了，丢到一边。这个时候有一个意识身，中阴身出现，这个叫中有，在中间的一种存在。那这个中阴身呢，当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会前面讲的父母亲交媾的这个缘现前的时候啊，就投胎，就转为后有，就未来的那个有。所以你的正报这就是这三有，
这个就是正报之身。那我们现在在本有，对不对？你会不会中有？你会不会中有？你会不会后有？都是有的。学佛的人有没有中有？有没有中有？学佛人有没有中有？有没有后有？有没有后有？未成佛之前都有。你看你现在是本有，然后呢，你往生的当下清净正念现前，然后往生净土，报德是不是也是？那凡夫就在迷糊里面的正报，这个本有中阴身开始要寻找自己的债主，寻找自己的债主，去取得一点资粮，然后让自己能够顺当的有后有。所以凡夫是不自主的正报，凡夫是不自主的正报。修行人是要化解这个轮回的正报，所以他就不是业报，他要转业报为清净的报身，而那个报身以佛的所谓三生四土而言，报身不为自己，他是不为自己的，没有人是为了自己而要有报身，这样听得懂吗？好，那我们再讲依报。依报就是三界，因为你依报的处所就是三界，所以众生都是正报依报而已啦。你在欲界，你的依报世界就是欲界的所有一切嘛。你在色界，你的依报的世界就是色界。那你在无色界，你的依报就是无色界，因为我们是一个果报体，而这个果报体就是有，你有爱取，自然就有这个果报体。那你要化解这样的果报体，是不是等一下讲类推回去嘛？对不对？像是不是众生都在正报依报里面？那你对正报跟依报的这个条件跟所有的一切，把它读清楚，这也是一个可以入门的地方。那讲到这身就受身，现在所造的业为因，那依你所造的后面它会顺势而走，就有来生的这个受身。那这个来生的受身就在四生六道里面，卵胎湿化四生六道的话，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以四生六道里面你就会生嘛。那如果你对前面的爱取有而言，这个身是不是就是受身的果？爱取有是因，这个身是不是就是果？那如果你已经生了，以这个为因，老死是不是就是果？所以生死它是始终对待关系，有这个它的答案是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所以生呢是已经现前了，
有是成立了，身是已经现前了。你既然现前了，就色身一起的使用状态，它就会有变异嘛。这个变异就叫老死，就是会老跟死亡。诸根衰败叫做老，身坏命中叫做死。以色身而言，有身就不能够不死，对不对？所以四大会从少到老无常转变，终归会死。听这样有没有？真不难，是不是？你顺着读本来就是这样啊，承认这是不难，不难才有救啦。你来到最后都无救啊。总是你既然有了这个色执身，这一期的使用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老死的这种现象。有身就不能够不死，所以这个四大的幻躯的身体啊，就好像不可遏制的、不可逆转的，从出生就慢慢走向死亡。那无常在转变的时候必然会死。那这个上面好像是很无奈，对不对？其实你看哈，精神跟这个物质，它刚好是两个逆行道，它不是顺行。你看你的身体出生的时候，然后慢慢开始成长，一直走向死亡。那你的精神层次，出生的时候它是不可掌控的。你的精神层次出生的时候是不可掌控的。那你慢慢在成长的会有一个迷思，没有错。但修行人在迷思的时候，他就走上无生。他不是走向死亡。所以肉体它是这样子过程，可是精神层次是这样上来。所以你到底是死哪个跟活哪个？差异就这样啊。如果你现在只解读刚刚这样讲，是不是一路呜呼哀哉，一路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嘛？那是就着凡夫把肉体上的变化跟精神上的变化绑死在一种不可转换的角度。但修行它就不是这样，它是从无知到有知，而这个有知的过程有若干的杂质，那有多少跟肉体的那种连着的粘附情形，它会慢慢把这个色执身的这种粘附的情形净化，把精神层次的粘附的情形拨开，从有形到无形，这是精神层次啊。那以色执身是不是从干净一直到坏？是不是两个方向是其实是不一样？那你修行完成的时候，这是在修行过程，你修行完成的时候是重新它的走向都是无声，也就是色执身它是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只是一个变异而已啊，显影的替换。而精神层次呢，它已经不在这个替换里面，所以叫常住。如果你从前面读到这里，这个顺走啊，顺观因缘法，是谁也受到打击的。最有意义的是逆观，因为逆观就是行，顺观是解。刚刚解够不够？够不够？够了啦！你一辈子其实就这么明白，就这样，你跳不出这个框框，嘻嘻也卡困哇，
够北困哇，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总说之后，我们就要逆观。结合三世而言呢，无明是在讲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念不绝，障蔽真心，过去产生惑。行，如果把它推到以过去来讲，就是那个惑，然后造作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不可说不可说的事，这是过去的业，累积了一大堆一大堆那种结论，自我下的结论。所以有事，这是第八阿赖耶识，这是过去带来到现在，就过去移位到现在。你注意看你在做什么。